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看，快看那里，是个新的游乐场。真的真的，我听说那里可好玩了。哇哦，琪琪，你的衣服好酷呀！当然，今天我可要在游乐场好好表现表现。快走，快走！站住！你们还不能进入游乐场，除非你们能遵守所有的规则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。啦啦啦，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。啦啦啦，不要穿得宽松，还带着装饰，不行，你不能进入，他们会被卡住，那是很危险的。穿得简单一点。简单的衣服，好的好的，简单的衣服，请进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。啦啦啦，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。啦啦啦，如果你想要玩荡秋千，荡秋千，必须要排好队。站在秋千上真的非常危险，坐着坐着荡秋千。耐心排队，那才对，坐着玩耍真棒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。啦啦啦，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。啦啦啦，大力气在跷跷板上，跷跷板一定不要骑太快。站在跷跷板上真的非常危险的，坐着坐着跷跷板，有吗有问，这才对，坐着玩耍真棒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。啦啦啦，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。啦啦啦，当你准备玩滑滑梯，滑滑梯千万不要攀爬，站着滑滑梯非常非常危险，坐着坐着滑滑梯不要攀爬，这才对，坐着玩耍真棒。好，下雨了，可我还想玩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开始下雨，开始下雨，不要再想着玩东西，你一定会滑倒或者触电，我们下次再来玩吧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。啦啦啦，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。啦啦啦，下次再来哦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胡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